在吉隆坡 Jalan Sultan Ismail， 这里有个占地 4.74 英亩以及拥有永久地契的综合发展计划。第一期的发展计划是一座楼高51层、提供完善装修的豪华共管华厦。那我身后这个建案是在吉隆坡，距离双子星大概750公尺的距离，特点就是它的地点位置非常好。我们在我们的建案的基地左前方就有一个现成的捷运站，所以它是双捷运站，而且是现成就已经在营运的捷运。51层楼将来落成以后，它是在吉隆坡市中心里面最高的住宅单位。有绿城之称的马来西亚，在首都的新建案中也特别讲究优越以及尊贵的生活环境。发展计划将布满草木植材，打造绿意盎然的生态城市公园。那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上面有分低楼层、中楼层、高楼层。那在下面的地方，从九楼以下，它都是规划成停车场。那我就带你们一起去参观一下这个两个房型的样品屋吧。我们现在看的这个房型啊，它进门的地方有一个直角形的玄关。那一般的客户都蛮喜欢这个房型的，因为它在进门的地方这边可以摆个鞋柜，那可以进门的地方可以摆幅画，甚至摆个地毯等等。那有一个内外之分。那这个地方走进来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边有一个开放式的厨房，那前面就是紧邻的一个餐厅。因为这个大概整个坪数大概是28坪左右，所以它的客厅跟餐厅呢是做连结开放式的这样子的一个设计。整个设计其实是蛮像这种欧美的这种居家的这种感觉。那我们现在看到这里面所有的家具、家电、装潢，建商是蛮有诚意的，它全部的东西都是附赠的。电视的话，它是送 Sony 的；那冷气的话，它是送 Daikin 的；像这个冰箱啊、微波炉，它都是送德国 Bosch 的。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主卧室哈，它主卧室跟客厅的部分，它是用一个拉门，非常厚实的拉门做一个间隔，非常厚实。所以这个拉门打开以后呢，平常居住在主卧室里面的这个客户呢，他就可以感觉到一个非常宽敞的一个空间。好，那像主卧室连接过来这边，它就有一个衣帽间。那这个建案的发展商呢，他每一个房型里面，他都会至少提供一间的衣帽间。如纯白的色调所显示，屋内的每一个空间都符合人类工程学。走进这间套房式的单位，无论任何房型均属于简约主义，宽敞且不受拘束的空间让人有种引人入胜的奢华感。它的卫浴呢，其实也做得非常的宽敞，对，除了这个干湿分离的以外，部分房型它还有提供这个浴缸的部分，然后它可以一次直接在经过浴室的地方，经过浴室的部分还可以贯通到最后这个书房的地方。其实外国人呢，他们一些中高阶主管，他们都习惯在下班以后，还有一个能拥有一个像这种工作室书房的地方呢，下班以后可以在家里面收收 email 啊，处理一些琐碎的公事这样子。那最后呢，这个书房呢，它还有配备一个强化玻璃的电动门，走出来以后呢，就是我们刚刚进门的玄关的地方。好，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房子看起来很适合商务人士住。哎，朱妈，您自己看了结果很满意吗？挺满意的，因为它送家具又附电器，那精装修，对，你只要提着一纸皮箱你就可以进驻了。我如果把那个它的双子星 Twin Tower 当作101的话，那我就是等于买在这个松什么路这样子。松高路、松寿路、对对对，所以然后它亚太会馆，对对，那交通又很方便，离它的捷运只有200公尺，假定你不开车出去的生活机能还有这个交通，我都觉得非常方便。对，其实这个个案它是算我们这个建案里面的比较小单位的坪数，小坪数的单位啦，它是一房一厅一卫，一房一厅一卫的。那楼层以台北市来讲已经算不低了，21层楼，很高，已经算非常非常高了。但是在当地呢，它只是中间而已，还不到中间，因为它是51层楼，其实算低楼层，以我们当地来讲算低楼层，22楼以下都算低楼层。你看我们住在台北，以台北看天下就觉得太小家子气了。来，对，23.88坪，
是刚刚朱妈讲了，是类比成信义计划区里面的精华地段，这样的总价应该要多少钱？看一看，1371万，换算成台币的话，如果是马币是137.1万马币，一平大概是多少钱？大概是57万左右。57万哎、欸，对。但是现在我印象中记得，马来西亚就吉隆坡现在的房价平均的均价大概是40多万到50到60、50几万嘛，这样的价格。它基本上离双子星这么近的距离哈，基本上已经算是核心中的核心了。而且我们跟附近哈，双子星目前附近有一些比较知名的建案，比起来比较的话，好像大家知道杨子琼他现在住的就是跟就是这一栋 1KL、嗯、那另外 W Hotel 跟 Four Seasons 这个现在目前是也有在进行要推出、嗯、那一坪的单价也是大概在90万元、嗯、好，那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建案，它从低楼层小坪数到大坪数大概是在65到85万元左右的这个单价、嗯、但是他们是离双子星又更近，嗯，但是离我们的距离不一样，价格不同啊，对，但是离我们的目前这个建案走路步行大概也差不多5-6分钟这样子而已。但是老师，我没有别的选项可以选择嘛？假设同样是一坪50多万，同样是在蛋黄区，就非常精华的地方、嗯，难道没有别的选择了吗？应该这样看啊，就是说，其实那个马来西亚哈、啊，就是说在吉隆坡未来的建设很多，那你要找到交通便利的那个点啊，然后就说价格比较便宜的啊也都有。不过它这个房型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啊，对于海外投资的人来讲很方便，就他把你装潢都装潢好了，而且呢这种饭店式的集中管理啊，到最后要委托代管也会相对来讲方便很多。嗯，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叫委托代管。朱妈，您买这个房子对您来讲吸引力，你是希望它可以投资，对不对？对。那你希望租给？我希望，我比较锁定就是外商人士啦、嗯、商务人士。那当然这个代管就很重要了，所以我也委托当地房仲，就是我们在那边设点的房仲来做这个动作。嗯，他会不会那边相对商务人士多，可是那里的建案也多，房子也多，他可供选择挑选也很多。对于租出去要赚租金，它的租金6%到8%嘛，台湾只有1.6%，看起来很吸引人。可是问题是租得出去吗？我们刚刚前面有比较这个蛋黄区的这些建案哈，这个全部都是设计大坪数的。那以我们刚刚那个个案的周边来讲，它目前没有其他的这种小单位可以相提并论的。对，大部分的建商设计的坪数都比较大。那为什么建商愿意设计这种小坪数的单位呢？就是如果他先设定中高阶主管他是举家过来的话，嗯，其实他不需要花那更多的租金在市中心租一个这么大成本的一个地方，他可以到郊区20分钟去住别墅型，就我们刚刚看的物件一那样子一个选项嘛。对，甚至更远，他可以去住透天的豪宅等等的，他不需要在市中心这样子。所以在市中心的这个，我们觉得是这个小坪数的单位啦，哈，所以。它反而有独特的条件在那边，可以吸引那种单身到吉隆坡去工作的外籍人士，是没有错。所以说像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哦，而且它这个物件它的条件，它是靠近在吉隆坡的金三角，所以金三角就是国有的双峰塔，就是双子星、嗯、然后还有就是吉隆坡塔，还有就是那个巴比伦购物中心所交构出来的一个三角形的这个区块、嗯、那这个区块里面呢，就是商务人士特别注重的，像金融的中心、购物的中心，还有他们的一些这个商业的区块都在这个里面。它就是已经做了市场区隔了，跟一般那个大坪数的不一样，就适合那种自己一个人或是夫妻两个到吉隆坡去打拼的，可以租给那种外籍人士、嗯。为什么要租给外商企业的高管？因为外商企业高管外派的房租是公司出的，对对，而且补贴都非常高，对，补贴特别好，所以这部分的钱就特别好赚，对，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看起来是我们的朱妈对这个房子她真的是非常的喜欢，但一个是非常适合自住的房子，还有一个是在黄金地段完全符合朱妈需求的这个投资标的，她究竟会选哪一个？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